咁嘅？做乜嘢啊？呢场对战仲喺度继续紧嘅。一开始嗰阵就已经讲过呢场比赛系无间断嘅胜者继续赛啦，系你衰大意咋？真系估唔到啊！喺钢铁银河队仲庆祝紧嗰阵，阿高选手用一击将银河天马打低咗，就喺一瞬间将战况变翻平手嘅基尔斯家族队，可唔可以一口气将钢铁银河队踢出局呢？狂奔电光龙骨，太好啦！钢铁银河都已经失去咗王牌钢银河选手啦，系咁最后出场嘅就系大鸟翼选手。未进行对战就已经知道胜负啦。只要轮到大哥出场，就等于系我哋赢。犀利啊！嚟啦！你仲唔快啲过嚟，大鸟翼！你竟然喺度拖延时间！阿爷，对唔住啊！唔紧要嘅，之后嘅事就包喺我身上。况且，而家嘅我已经战胜咗黑暗力量，今次我系真正以大鸟翼嘅身份，作为钢铁银河队嘅成员，为队伍争胜，要包喺你身上。唔该你啦，快步冇咁早啊！大地苍蝇嘅第一击俾对方压制住啊！阿高嘅陀螺就系电光龙骨100RSF， 又系用电光，正宗嘅电光独角都系电光轮盘。哇！喺轮盘嘅凹凸坑，令到转一个圈就可以做出连续攻击，系一种最适合攻击嘅轮盘嚟啊！面对住电光龙骨，你嘅大地苍蝇轮盘一啲作用都冇啊！咁即系我呢场对战唔可以正面同佢硬碰啦！大地苍蝇走唔甩嘅，唔好睇小我啊！我嘅大地苍蝇系唔会被呢种咁样嘅攻击打低嘅。而家只不过系啱啱开始，你好快就会感受到电光龙骨真正可怕之处。电光龙骨，咁嘅，去啦，电光龙骨。冇可能噶！点解大地苍蝇挡唔开佢嘅攻击嘅？就系因为电光龙骨嘅橡胶半屏底盘啊！因为佢嘅橡胶半屏底盘，电光龙骨拥有嘅橡胶半屏底盘会加强摩擦力，就算系近距离都可以做出好似用发射器咁嘅强力效果。咁样每一下攻击嘅破坏力都可以同有冲速助跑嘅攻击互相匹敌啊！可以话系最有效率嘅攻击型陀螺。做乜成个呆晒啊？如果呆咗企喺度，比赛好快会结束噶啦。佢个陀螺真系好犀利，犀利啊！一开始电光龙骨擅长嘅猛攻已经完全爆发，大地苍蝇简直系完全束手无策啊！基尔斯家族队嘅胜利就喺眼前啊！今次弊啦，再咁样落去，大地苍蝇就会被电光龙骨打低噶啦！谂办法避开啊，爷！冷静啲，冷静观察对手嘅移动模式。无论电光龙骨嘅攻击力系几强都好，我相信一定有破绽嘅。觉得束手无策啊？如果你想投降嘅，都冇问题噶喎。喺呢度，冇错啦，好嘢啊！睇准电光龙骨一瞬间嘅破绽，避开咗呢次嘅连续攻击噶。犀利啊！乜鬼系压翼啊？我讲过，你点都走唔甩嘅。
好犀利啊！电光龙骨将被银河天马破坏嘅旋风对战盘嘅碎片当系武器射向大地苍蝇啊！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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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竟然连旋风对战盘嘅碎片都利用埋，可恶啊！呢个人好卑鄙啊！我哋基尔斯兄妹为咗要赢，唔介意不择手段嘅，用得嘅唔理系咩都会用，咁就系我哋嘅风格。就算是兄妹都会利用的。犀利啊！是这样我明白了，一切都是为了帮阿高铺路的。利用安索令阿尤跌入陷阱。啊！阿尤之废了！啊！之后就要射轮一直逃走，减弱银河天马的旋转力。跟住再由伊眼提出有利嘅旋风战，开始啊！旋风攻击！一见到伊眼输咗，就睇准银河松懈嗰一刻攻击佢。呢一种就系你哋一直嘅做事风格啊！居然要一齐锻炼陀螺嘅兄妹，帮你做埋晒啲咁卑鄙嘅事，你靠咁样赢到对战又有乜嘢价值啊？就算真的赢了，你又真的会开心咩？所以我咪话你班人天真啦，你哋太天真啦，真的令人作呕啊！咩话？对我哋嚟讲，胜利就是一切，只要是赢就可以不择手段，因为只要我哋赢就可以乜嘢都攞到手。就是这样了。喂，你们几个？我边个批准你们几个在这里练陀螺的？关你们什么事啊？你啊！射他！快点陀螺拉了，不要阻止，快点消失啊！我们又哪有可能会这么容易输给你们这一班人啊？又是新的陀螺喎，好正啊！咧，仲有边个试下玩啊？咪啦，就迟到啦，就会被教练闹喎。快啲啊！你哋几个睇清楚呢度，犀利啊，好靓啊，好大啊！最新嘅设备，最新嘅技术，而且仲有最优秀嘅教练协助，就算咩人都会变强。但睇住嚟啦，我哋总有一日要拥有呢一度。一定要令到全部人都对我哋另眼相看，所以一定要赢啊！赢咗之后，我哋基尔斯兄妹就可以乜嘢都攞到手。为咗赢，一定要不择手段。系啊，只要得到胜利，无论咩都会做。到最后，就将所有嘢交晒俾阿高大哥，因为阿高大哥你嘅实力系世上最强嘅。咁就系为咗尽量令阿高大哥喺最有利嘅条件下出战，就算要我哋做咩都冇所谓。只要最后由大哥胜出就得啦。冇错，我哋为咗要脱离贫民窟地狱，无论系咩都会做嘅，亦都系我哋兄妹之间嘅情谊，系基尔斯家族队嘅一条胜利方程式嚟。同生活无牵无挂，一直无忧无虑比赛嘅你哋，决心系唔同嘅。咩话？你话我无忧无虑？我话你知，我都一直行紧一条绝对唔易行嘅路。无论发生任何事，我都一定要赢。阿奕，阿奕，阿奕，阿奕啊！战胜心魔之后，我终于都可以找回真正的自己。包船陀螺对战，并不是为了得到某些嘢嘅手段嚟，真正的对战。是互相磨练意志和技术，以世界第一为目标，而胜利就是磨练的结果，所以你一定会输，我会堂堂正正地打低你。说完这些东西不是天真啊，不见了的今次糟了。
堂堂正正可以食得饱嘅，财富同埋名誉都只有胜利先可以攞到手嘅。你同我消失啦！阿爷，危险啊！喺嗰度啊！快叫佢啊，大哥！犀利啊，犀利啊！呢个人真系好厉害，但系我都唔会咁易就输俾你嘅。撑住啊，大地苍鹰！系机会啦，阿英！放心啦，我知道啦。只要由上空攻击嘅话，电光龙骨嘅橡胶半屏底盘就发挥唔到作用。去啦，大地苍鹰！啊！爆旋陀螺最新强者登场，超进化银河天马惊已诞生。超进化嘅六星级 R Square F 底盘，威力全面升级。爆旋陀螺钢铁战魂爆！岩岩麒麟防御之王，包船出击战伤，一齐出击！大地苍鹰，苍鹰金刚身！哇！大地苍鹰终于都开始反击啦！佢嘅锐利鹰爪打穿咗电光龙骨，撕到变碎片啦！哼，蠢材！咩话？呢啲系弊啦！呢个系陷阱啊！陷阱！大地苍鹰，哼！你行嘅每一步都俾我睇穿晒啊！真系好可惜啊！你嘅空中攻击对我嘅电光龙棍根本完全无效。出招啦，大哥！今次轮到我哋反击啦！得啦，你哋同我睇住啦！必杀专技，电光龙棍，龙骨卷九三。头先发生咩事？点解月头先嘅攻击会完全冇效嘅？睇下呢度啊，电光龙骨嘅特殊轮盘有细小嘅凹凸坑，旋转嗰阵呢啲凹凸坑就会令攻击嘅大地苍鹰受到损耗，刻咗喺轮盘侧翼嘅花纹，简直好似系龙骨一样啊！呢个就系龙骨座陀螺，电光龙骨。乜而家先至明白啊？只不过已经系太迟啦。狂攻啦！电光龙骨要更加更加疯狂！好犀利啊！我哋嘅阿古选手终于使出真功夫啊！电光龙骨只到凌厉嘅攻击，令到对战盘啊唔系，系令到大地都喺度震动啊！哈哈哈哈哈！更疯狂啊！要更加更加疯狂，将所有嘢都破坏晒佢！谂下办法啦，阿爷！耶呼，真系令人好兴奋，好犀利啊！睇到未啊？只要大哥出场，我哋就所向无敌噶啦！一定要赢，当我哋赢咗之后，所有嘢都可以得到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呢个阿公为咗胜利已经失去自我，就好似我以前被黑暗力量支配紧咁。为咗证明我已经完全清醒翻，我唔可以输，我应该点做啊？再系咁大地苍鹰，冇用噶！就算你点谂都系冇用噶啦，因为呢啲就系我嘅真正实力。要怨就怨你嗰个得意忘形嘅队友江银河啦，因为佢，你先至会打得咁辛苦。咩话？你只不过系呢队钢铁银河队嘅第二、第三，唔系。你连天童游同埋盾神经刺都比唔上，你只系茄喱啡。由一开始你就已经唔系我嘅对手。你利用得爆口嘅陀螺手，快啲同我喺呢度消失啦！讲够啦，冷静啲啊，阿爷，你唔好介意佢所讲嘅嘢，因为我相信你。如果你输咗，咪即系连我都输埋俾佢。阿爷，你要打赢佢，带我哋入总决赛。咁多位，我哋唔系讲好咗？大家一定要同心合力，一齐成为世界第一咩？一直以嚟，我哋唔系克服过好多次咁嘅危机嘅咩？阿爷，你连黑暗力量都可以战胜，一定唔会输噶。你就好似平时咁又冷静又有型嘅比赛啦。系啦，
我终于醒起了。不过真一直以来，当时我任何佢哋任何时候都冇放弃我，就算我被黑暗力量侵蚀都冇放弃。唔好要阿奕退出啦，我唔要代替阿奕做正选，当我求下你啊，俾佢同我哋一起去啊！就算是因为我搞到咁危险，都信任我同我一起面对，所以我怎可以不报答大家一直对我的信任？去啦，大地苍蝇！我要证明港铁银河队的团结，我要证明我哋成队的力量。好用的，赢的一定会是基尔斯家族队。是机会啦，大地苍蝇，苍蝇国斩破！估唔到大地苍蝇会由上方从天而降，压住电光龙骨啊！咁又点啊？收拾你，必杀专技，龙骨卷绞杀！大地苍蝇。咁冇用啊！被保护嘅电波龙骨可以攻击嘅就只有一点，喺嗰度必杀算计，大地苍蝇华丽龙卷特技，将佢爆碎啦！电光龙骨，冇可能啊！哇，唔系啊嘛，爷嘅大地苍蝇喺呢场壮烈嘅胜者继续赛胜出嘅，系钢铁银河队嘅大鸟翼选手。好嘢啊！赢咗啦，阿爷佢赢咗啦。咁即系话，我哋打入总决赛啦！我哋几个终于打入决定世界第一嘅决赛啦！好嘢！我哋竟然会输，阿哥大哥，可恶！唔好讲笑，佢哋八人竟然将我哋唯一可以出人头地嘅机会都粉碎。好啦，唔好以为我会就咁放过你哋。不愧系阿奕啊，果然系得到我呢一个世界 number one 嘅陀螺手认同啊！吓，第一次听见钟钟咁讲啫，阿奕啊，你真系好有型啊！系啊，好嘢啊，阿奕！我觉得自己终于真正成为钢铁银河队的一份子。多谢晒咁多位，大地苍蝇，多谢你。嗯，揾到你啦，龙牙，唔想受苦就乖乖地跟我哋翻去。如果你唔肯嘅，就用武力，都要带你走。你班卒仔，竟然用手啊！你咁大胆，睇唔起我哋？点解会咁噶？佢个陀螺嘅旋转速度增加咗嘅。冇意思。你是谁？哼，看来都有点实力喎。